流尽天涯海角有约无。Yo， 早啊，我是 LJ。咁今日啦，朝头早同朋友做完少少嘢啦，咁然之后咧下昼咧，咁就得翻我自己一个，咁就决定拍呢条 vlog， 同我一齐 hea 游深圳啦。Let's go！ 今次我哋要去嘅地方咧就系新高原站啊，咁然之后啦，一出闸，然之后就去住 A 出口嘅方向行。咁上到去上边啦，再向左右手边转，系右手边转啊。咁然之后基本上我哋要去嘅地方就喺地铁站隔篱嘅啫。系啦，咁然之后见到大家见到 Uniqlo 啦嘛，系啦，然之后咧咁就咧喺中间插入去，咁冇错啦，我哋要去嘅地方咧就喺前边，就万丈天地啦。咁其实入到去比较嘅感觉啦，咁其实咧都系人流比较少啲嘅，同埋最紧要系咩啊？冷气够大，因为我真系好怕咧深圳啲冷气唔够大啊。咁然之后咧嚟到呢度问完少少嘢之后啦，咁我哋咧就要决定上去啦。好，咁我哋要上去做啲咩呢？等我埋个关子先。冇错，我哋就要睇戏啦。咁咧，话说咧，今次都系小弟第一次自己咧喺深圳独自睇戏嘅啫。咁所以心情有少少兴奋啦。咁买完戏飞之后啦，咁我就要赶住入场啦。哇哇咁快就睇完啦噃，咁其实入边比较感觉其实基本上同香港冇乜分别啊，都系同埋得一个字咯，就系大大大大大，基本上入边咩都系好大嘅。咁因为呢度系一个电影中心嘅关系啦，基本上呢度有啲咖啡啦，同埋啲卖书卖精品嘅地方嘅，咁我都喺度行咗一阵啦，咁然后周围睇下个商场有啲咩特别嘢睇啦噃。咁然之后啦，我哋行到上上一层啦，就见到而家咧就仲有一个展览，就关于机车，即系电单车嘅，咁所以就决定咁样影下俾大家睇啦，一齐同我行下呢一个小型嘅展览啦。好，咁然之后啦，咁就上到最高，基本上就全部都系食嘢食肆嚟㗎啦，咁就上冇乜特别，咁就决定就落返下边睇下啲咩睇啦。咁然之后啦，行到去咁上下，咦，见到呢一个机铺，咁就决定入去睇下啦，因为呢度呢装修呢好靓，好有一个未来嘅感觉。好，咁行到咁上下啦，咦，见到成品喎，咁我就决定去睇下中国嘅成品同埋台湾、香港嘅成品有冇啲咩大不同啦。咁就抱住满心欢喜同埋期待嘅感觉去呢个成品书店啊。好啦，咁然之后呢，我谂成品应该就喺我哋附近出现嘅啫，点知就係成品呢唔喺度嘅，喺边啦？唔通喺呢度？咁我哋就去揾下啦。唉，结果咧，我哋咧行咗成个圈咧，都系揾唔到成品噶。咁所以最尾决定就翻入嚟呢一度商场入边，再睇下啲咩特别揾俾大家睇啦。究竟成品会唔会喺其他地方呢？咁我就周围再行下啦。好，咁行到呢一度啦，咁我就见到，咦，好似呢度入面有一个类似 food court， 係一个咩都有得卖嘅 court 係啦，咁我就决定入去睇下啦。咁其实基本上啦，咁都係有佢哋深圳而家好受欢迎嘅，咁就影咗啲韩国嘅证件相啦，咁好细心啊，男仔就喺隔篱等，女仔就去嗰度影。咁然之后啦，咁我哋基本上要都系卖女仔嘢为主㗎。咁同埋呢度都见到一个画室，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深圳呢每个商场都有啲画室，其实我觉得好好㗎，因为俾人哋喺度
陶冶性情，但不过其实谂谂真啲啦，喺香港有冇可能会搞呢件事就比较难啲，因为始终香港啲租金都比较贵啊，所以通常基本上你嘅画室都系去啲工厦嗰度画，好少就会系商场嘅。咁好啦，因为基本上呢个主要都系卖女仔嘅嘢啦，咁就基本上小弟咧就唔啱睇，咁就基本咁就下下，咁就下下下下下下，咁就走咯。咁就再去其他地方啦，睇下啲咩特别嘢影俾大家睇。如果冇咧，咁就行咗出去啦。咁就出去大家度睇下啲咩特别特博。基本上咧，要大家度咧，主要有三个街口俾大家行嘅。咁我而家就行紧其中一条嘅啫。咁其实仲有两条咧，大家都可以行下嘅。咁我就冇特别影俾大家睇啦。咁就因为我想去前面嘅地方，因为前边咧。据闻就好似有嘢睇嘅，好，然之后呢度咁样转入去啦，咁啊究竟系啲咩呢？哦，原来只系一个普通嘅花园嚟嘅啫，嗱，同埋呢度咧成品迟下会开啊，我记住你。咁好啦，咁见到呢度有间好偏系为主嘅。喜茶啦，咁我决定就入去买杯喜茶，烧下暑，咁就完成咗今次嘅夜游万丈天地啦。咁我哋下条片有缘再聚，拜拜。